冇试过生痘痘、生痱滋、喉咙痛，甚至乎有口气，搞到其他人都惊咗你，唔想同你讲嘢咧？其实咁就代表啊，你可能有热气呢个问题啦。呢、這个时候，京都念慈庵即热清就可以帮到你啦。即热清含有天然嘅草本石斛，本身味甘性平，有益胃生津、滋阴清热嘅功效，加埋其他嘅草本精华，例如白茅根、芦根、金银花等等的天然材料，有助清热解毒。一盒即热清有四包，每包有6g， 用冻水或者暖水冲都冇问题。细细包喺屋企拎翻 office， 又或者系出街食饭嘅时候攞杯水冲嚟饮都得，好方便。生活压力大，成日都挨夜唔够瞓，又少做运动，就会令到体质变差，体内状态失衡，就会导致虚火上升。如果成日啦，仲食埋啲煎炸嘢啊、辣嘢啊、荔枝等等咧，都有机会啊，令到身体产生实火。京都念慈庵即热清含有天然草本石斛同埋其他嘅草本精华，有助清热解毒，一次过帮你舒缓热气带嚟嘅不适。